高兴能够有这个荣幸再次获得评审团的一致青睐，在此感谢评审团的辛劳以及我们玉生建设的团队，包含丰宜营造及张永杰建筑师及全体工作同仁的团队努力。今年度玉生建设从众多业者中脱颖而出，分别获得台湾诚信品牌建商及施工品质类金狮奖。尤其在施工品质类金狮奖，玉生玉鼎建案更获得评审团特别肯定，荣获首奖。这对玉生建设全体团队来说别具特别意义。在通过国家建筑金奖严格且审慎的考验之后，玉生建设将会更加谦虚，更加努力，并以负责诚信的态度勇往迈进，期许以更全方位的视角为消费者及购物者打造更安全、更舒适、更惬意的居住环境。这个里程碑也会继续带领着我们持续向前，不断精益求精，未来再次创造玉生建设优质产品的新愿景。谢谢大家。